我们抗联的二路军今天的人马算是到齐了，八军的战士刚到，按理说呢，应该休整几天。不过战事紧急，我们必须马上研究部署。没说的，我们八军呢，经得起长途奔袭的考验。好，这儿啊，原来就是谢军长的家乡，想必谢军长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这次攻打伊兰。 有了谢军长这支文明天下的劲旅，我们一定会攻无不克的。不敢当。不过呢，考虑到八军连续行军数天，需要休息，所以这次主攻任务交给四军的李军长担当。是，保证任务。哎，邓指挥，八军不用休息。是这样的。 谢军长，伊兰的城防攻势暗堡很多，你们的八军重火器不足，啃这块骨头恐怕没那么容易吧？四军李元东北军的工兵爆破能力很强，还是由他们去吧。那也不一定。打仗必须掌握战区的地理，这是指挥员第一功课。伊兰的地形我最熟悉。 这个要是不懂，你上去再多的爆破手也没有用。这点我们四军怎么都不懂呢？打仗嘛，讲的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这话呀，都是国力高级小学的功课。啊，真要接上火了，有的人未必这功课能记得住。这当司令的，这脑袋瓜啥时候都得清清楚楚。 不然的话，咋打仗？谢军长，咱们还没共过事呢，你就知道我李延禄脑袋不清楚。不是，我说的。好了，同志们，大家争打主攻，这是积极作战的表现，我很高兴。不过呢，打主攻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任何任务都很重要。现在我命令。 李延禄军长的四军负责主攻任务，是；李华堂军长的九军负责在西门外埋伏待命，是；谢文东军长的八军负责在城南三角地一带设伏打援，是。同志们，战场上瞬息万变，不一定会发生什么意外。 我要求你们各部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战场上去。谢军长，你务必在三角地一带设伏，明白吗？总指挥说的明白，我就糊涂不了。各部执行命令。是。 周保中看不起我。哦，对，我是谢文东，也是个军长，他凭什么管我？凭什么我听他的？军长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上级指定了周军长为总指挥，作为下级就应该无条件服从。你教训我？萧代书只是个普通的士兵，怎敢教训军长？ 哦，OK，OK。小根。 何の荷物だ？荷物。何の荷物だ？救軍人、これはそっちのものだ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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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准备撤！撤！撤！开枪！别动！快！先生，我在哪里？往里面撤！快点！中将，咱们在这附近埋伏啊！各显敌情，进入阵地。军长，你看这条路是小鬼子增兵的必经之路，咱们在这个地方布置伏兵是最好的。但是我想，咱们应该把全部的兵力都投入到这儿来。现在咱们这只有两个团，我怕人手不够。不够，我还想多呢。吃肉啊，是一年路的事儿，咱喝点汤就不错了。人来再多，那也是啊，看戏卖单。军长，如果小日本鬼子是大部队这样的话，如果咱们人手够，咱可以狠狠地打他一下啊。增援，这200里内啊，根本没有鬼子大队驻兵，鬼子都在宜兰城里，他要从佳木斯200多里以外往这儿派兵，等到了黄菜都凉了。所以啊，打援根本就是无仗可打。哎呀，我谢文东在家门口打鬼子，倒成了随帮唱影的了。哼。越活越回旋。行了，听命令。好，走，听命令。起兵，冲！副军长，周总指挥特别强调，各部一定要投入全部的兵力应战。可是军长只投入一半，根本不行。我跟他说过，他不听。你不是副军长吗？你把密营中的两个团编成预备队，要他们随时听命，一旦需要可以随时投入战斗。对呀，想不到你还会打仗呢。在赵尚志身边工作过，咱也能学两招。你看着。兄弟们，就地休息。我说都歇着，歇着，歇着。哎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仗打的，快快！
老爸，我是大哥不救你，你这东西，咱们谁的命都重啊！这不是布啊，这是命啊！握紧钢枪，杀进东阳！！营中热卫军的火力很强，恐怕四军难以应对。增援到！报告命令，四军由三角地向道台江源方向撤退。是。告诉李延禄，必须执行命令。是。李延禄吃了败仗了。哎呀，我说周保中啊，周保中，你就是这么样分兵派将的。哎，我说兄弟们，咱们自己看自己人丢盔卸甲也是出好戏呀。嘿嘿，这回打援呢更没事了，这汤都喝不成了。接着歇着。哎，命令新闻东部，带日伪追兵进入伏击圈，全线出击，给我狠狠的揍！是。军长，报告军长，四军后面跟上了大批鬼子。小日本鬼子过来了。是，总指挥派人来说，小鬼子进入咱们的伏击圈，就让咱们全线出击。是不是援兵啊？总指挥说，见鬼子就打。好，进入战斗状态，滚！是。Come on!
机灵，日伪军出动了大量兵力，不知道谢文东能不能顶得住。那就看他的了。我已经命令出动全部兵力，八军又占据有利地形，应该不会吃大亏。同学，走！传我命令，四军返回，配合八军全歼追击的日伪军，给他来个回马枪。是。军长，小鬼子火力太猛，兄弟们顶不住了。哎呀，我把兵力都投入多好啊！预备队上来了，预备队，你把人带上来的。军长，小鬼子。四军已返回线攻打日军。好，谢文东打得不错嘛。命令李华堂部火速开展进攻，由西门进展一览。是。一师集结完毕，报告。二师已经全部到齐。报告军长，部队已经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一师、二师立刻攻城。是。给我吹冲锋号，冲啊！已经冲到城门了，冲啊！冲！弟兄们，进城！哈哈，我们三个军胜利会师了，打了个大胜仗。関東軍情報参謀主任です。参謀？お前、俺は情報上イランに攻撃できない予定なのに、てめえ何の意気もな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の。あなたは将軍、私は大佐、あなたの下ではあなたの命令が絶対です。何？まあ、君は自ら長島東藩行って、谢文东家族の居場所を彼調べてくれ。はい。また山本少佐に騎兵団を形成させ、貴族ら活動している地域あたりでゲリラ行動してもらう。俺は両方の力入れて効果出ない、俺は信じねえ。将軍のこれらの決定には心から感服します。必ず成功します。触れ。はい。情報中。石校长，老吴，你们都是好样的。不要回学校了，你就留在十一军当政委，老吴当我的参谋长。行，省委也是这个意思，想让我们重回部队，那我们就留下来帮我起义吧。以后有了困难，大家一起解决。太好了。哼，咱们就打他。这个地方是警察的乡所，我的意思啊，是我们先把这乡所给他端掉。下一次咱们就打他。哼。军长啊，这帮老百姓啊说非得来见你。乡亲们好，乡亲们好啊！今天我谢文东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想你们呐！
都有了，都是好的铁道杆，我看造枪指定行。钢轨造枪没有问题，可是还差得远啊。机床、电力、图纸，咱们一样都没有。现在最主要的是技术工人一个都没有。对呀，空俩爪子，光有铁道杆也捏不出枪来。这样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先解决机床。买呗，有卖的咱们可以去联系。可是轨子规定，买方必须有三家商行担保，卖方才能出售。可是这三家商行担保能不能找到？找是指定找不到了，不过我可以抓商号的人当秧子，他不答应不行。那不行，咱们是共产党的队伍，怎么能用胡子绑票的办法？再说了，你这么一闹，他们肯定怀恨在心，万一向小鬼子一打报告，那不全完了吗？哎，对呀，咱兄弟老六会磕搓啊，让他用大萝卜磕几个章，糊弄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嘿，老三你真行，这么简单的事儿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那好，就这么办。图纸，哎，交通员曲家岭是不是走了？上午刚走，可能还不算太远。快，他有个战士，起码把他追回来。是。政委，你到底有啥招啊？追交通员干什么？老韩这么一说呀，让我想起了我的同学张敬周，他是学工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有办法解决。可是他仍然在哈尔滨，我是想让曲家岭去找一下他，让他想想办法。哎，政委，最好这技师和工人也请他在哈尔滨想想办法。行，那这样，咱们大伙儿一起开动脑筋，都想想办法，先解决机床，磕章子。好。有情况。哎，有条船，船里头好像还有东西。局长，我去看看吧。一定要当心。是，兄弟，走。只有一个死鬼子，全是弹药，发财了这回。这弹药为什么没动？那还用说，鬼子大队来了，没来得及拿走呗。那鬼子为什么不运走啊？哎，这鬼子我看好像是自杀的。哎，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运回去，仔细检查一下。里边就一个本儿，别的没有。全是日文。要是我同学靖州在的话，他懂日语，这咱们也不行啊。小朱啊，到，先把这个保管好，等到以后遇到懂日文的人再看看。是。军长，那这些东西怎么办？把尸体掩埋了，弹药都运走。是，快，哎。还是那三台机器的事儿吗？对，三大商户的担保书带来了吗？啊。这几家商号倒也很有名气，有他们担保，我们洋行信得过。这是定金，那我告辞了。刘老板，你还得去一趟宪兵队啊，去办一下特别通行证，不然的话，这东西很难出城啊。不要光谈我们如何打击了敌人，取得了什么成绩，赢得了什么胜利。今天，咱们主要总结一下这次行动的缺陷和不足，三排长，你来谈谈。政委，你们先讨论。是。农合洋行已经答应把他们淘汰下来的机床卖给我们了，可是这么大个三台机床怎么出厂了？我去找一下警察大队长李方成，请他帮忙找一下宪兵队办个通行证。李方成，他肯帮这个忙？李方成原名叫郭金阳，
以前是李杜的部下，李杜抗战失败以后啊，退到关内，他就在附近做了这个警察大队长。我上学的时候，他帮过我几次，是个坚决的抗日硬骨头。眼前就是关门山，我们已经到了本溪地界了。咱蔫儿巴子走了1000多里路啊，现在能大张旗鼓的亮相了吧？你是帅才，我们就是要把这里闹得地覆天翻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们已经到了奉天城下了。军长，我已经查过了，前方就是本溪的坚场镇，地方倒是不大，大概有一个中队的日军，拿下来应该很容易。附近是否有日军大队人马能够迅速的增援到这里？我已经仔细侦查过了，离这20里的辽阳有一个师团的驻军，是人数最多的，但是从辽阳到这儿的路不好走，如果开汽车增援的话，至少也要半天。看来鬼子对这是疏于防范的，因为他咋也想不到咱抗联部队能千里奔袭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。是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儿啊？这个地方虽然不起眼，但这个检场镇非常重要。清朝巡抚称这里是八风聚会、六水朝宗之地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东南西北四通八达，战略要地，兵家必争。如果我们拿下这块地方，日军就会认为我们会有大动作，所以我决定就从这个检场下手，打响进奉天城的第一枪。好，走。好，东北的交通员为了确保党的指示和文件能顺利到达，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战争中，交通员以坚定的党性和杰出的交通联络能力，经受住了一次次的艰难险阻，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。不，不行，肯定不行。不行？这图纸你是不能画还是不会画？不是不能，也不是不会，是我必须得亲自去，要不我光画图也没有用啊。那怎么能行？你现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你怎么去？我的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，真的，我行。你就说吧，坐车、坐船、骑马都行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的事儿需要得到你医生的批准，咱们再研究好吗？好。哎，对了，还有技术工人的事儿，他们也想请咱们帮忙解决。你看这个事儿，找谁能有点门路？我家有工厂，找我爸。张伯伯，家领啊，你可是稀客呀，进来坐吧。我这儿就是太脏了，没事儿。哎呀，自从宋妈走了以后，这儿就没有人收拾了。华树元死了，伯伯别伤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说原来多好的华树元呢，现在竟然成了狼圈了。好起来怎么好啊？能好吗？张伯伯，请您相信，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会让他好起来的。你这个时间找我来，一定是有事儿吧？有一件事想请张伯伯您帮忙想想办法。只要我能帮上的，你说吧。这一仗打得漂亮，通知各分队打扫战场，
收拾战利品，迅速转移，准备打下一个目标。明白了。别动！喂，请不要吓我。是。走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这里的日本工人，名叫高桥一男。我要参加你们的部队。一个日本人要加入我们的游击队？是的，请相信我，我是日本劳动农民党党员，被征召来中国参加这场可耻的战争。哎，帮我们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？请问，写这封信的人现在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，我看到你们撒在山谷里的宣传品，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，你们是爱国主义者，也是国际主义者。我很想和你们会面，但是我被法西斯野兽所包围，走投无路，我决定自杀。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送给贵军，希望贵军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。高桥一男，高桥一男同志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战士了。谢谢。另外，请问你，在这附近还有没有警察据点可以进击的地方？有，当然有。本溪外围，偏岭，有3个警察据点。另外，外头上还有个军需库，都应该去攻打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程先，是。你立刻带人去到偏岭子，把那3个警察据点一个一个的给我拔掉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接生子弹，把所有缴回来的子弹全部给我打掉，要打得激烈。明白了，瞧好吧。那我呢？那我干啥？你立刻带人去到歪头山打军需库，如果能够把军需库打下来，那我们就发财了。要是打不下来，不要恋战。你也记住，多放枪，造声势。是，让他们知道咱们人多枪多，要打奉天了。站上，带人走。请跟我来。好。走。好。这件事儿我可以帮你。第一人选就是我那个司机，准确的说呢，他是一个高级技师。车前某电焊无不精通，对日本人又恨之入骨。如果我要是让他干一些有益国家的事儿，他会非常高兴。备不住还能找一些个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一块儿去。要是这样就太好了，请张伯伯早一点跟他说一下，看他能否答应。他就在隔壁住。大牛，哎，你来。老爷，有事儿。他就是我的司机大牛。啊，你好。简短截说，找一些恨日本人的、技术高超的，跟他去。好。東南からヤンジン部隊が出現した。およそ2000人いる。今激しく戦闘中だ。宝天城に攻め込むつもりだ。宝天城に攻め込むだと、バカな。報告、天林守備隊がヤンジンに包囲されました。応援お願いします。ワイトシャン総合が北撃を受けてる。これはまずい、はい、応援を頼む。ヤオジェン風の一帯に遊撃隊がまっすぐ宝天に来ています。こちら宝天守備大隊、弁士の北からヤンジュインの武装攻撃を受けている。奴らは宝天を攻めているぞ。西の方向だ。新人の応援を要請する。報告、新人总理来电。谁？张景辉来电。喂、
总理阁下，我是芷山呐。杨靖宇到了奉天，你快派兵救援呐！什么？杨靖宇跑到奉天去了？不可能！杨靖宇一直在我的围困之中。他是从本溪那边绕过来的，已经达到了关东军的舰场，包括田顶子、歪头山，连姚千户屯都保不住了。奉天危急，你快快相救啊！总理阁下，我的主力都在这里，这里离奉天千里开外，我是鞭长莫及呀！哎呀，你把辽南的兵都调过来呀！现在奉天的兵力不足，这你是知道的，你赶紧撤兵回援呐！我会相机行事。杨靖宇跑到奉天去了，打死我都不信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杨靖宇旷回山东极西，他现在在哪里还很难说。即便他已经到达丰田，那里守备的兵力也可以抵挡一阵，不能轻易打进去。师长说得很对，这是他的部下调虎离山之计。我敢肯定，杨靖宇一直在我们的围困之中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杨司令的部队，现在我们就攻打奉天城了，希望各位老乡鼎力相助。如果在奉天城里有当伪满军的亲朋好友，有个三亲两后的，劝他们赶紧及时醒悟，放下枪，脱掉了身上那层黑皮，否则我们就当汉奸论处。大家都看见了吗？这位就是我们杨靖宇杨司令，这次我们杨司令亲自挂帅，奉天城我们势在必得，一定要拿下。好，军长，我看那几个人像是去报信的，就让他们去吧。程谦说的对，让他们去，我就盼着他们来呢。出发。少佐您好，太君，这位是我表哥佳木斯刘记铁工厂的掌柜。来，太君。李三，有事吗？我表哥的工厂在融合央行买了三台旧床子，要运回佳木斯，还得麻烦少佐给办一张通行证。这是我的手续，请太君过目。好说好说，李三，警察大队长，我的朋友，如果不是李三，你的计算是不能运出去的。军长，于芷山一丁点撤退的迹象都没有，还紧紧地围困着咱们合理根据地。咱现在家里的粮食可所剩不多了，得想个招，看看咋整啊！于芷山不撤，其实他现在撤不撤，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了，因为马赵团长他们完全可以从田团长那里突围。